一针一线刺绣出精致又美丽的创作，这也是位在丰原的葫芦墩文化中心艺术学院所开办的刺绣绣花班。喜鹊它是主角，然后有那个牡丹跟那个荷花，然后还有一些叶子陪衬。刺绣的东西就是有节力啊，有疏密啊，盘金啊，然后长短针啊，轮廓绣啊，都很多，全部都是新的东西啊，都是以前没有学过的啊。葫芦墩文化中心艺术学院开设刺绣、编织、羊毛毡、染染课程，邀请人间国宝、编织工艺奖等专业名师授课。